目前，华为 Mate 60 Pro 已经到了很多用户的手中，但由于 GPU 部分被锁定，安兔兔等第三方软件无法识别，所以新机搭载的麒麟 9000S 处理器的性能和规格一直都是个谜团。好在近日，华为 Mate 60 Pro 迎来了一次鸿蒙 OS 的大升级，在升级之后，很多用户反馈自己的华为 Mate 60 Pro 变得不同了，不仅麒麟 9000S 芯片被解锁了。 而且由八核心变成十二核心，果然不愧是华为。这还没等到开发布会，惊喜就一个比一个大。前不久，最新 Harmony OS 四点零点零点幺幺六发布，同时华为也向 Mate 六十系和 Mate X 五用户推送。于是乎，有不少 Mate 六十 Pro 用户更新后发现，新系统下的麒麟九千 S 居然解锁了手机信息应用程序和 d e e k n c h 显示。 麒麟九千 S 芯片 CPU 核心数识别成了十二核。按照之前曝光的信息看，这款处理器的 CPU 由一个二点六二千兆赫兹核心加三个二点一五千兆赫兹核心加四个一点五三千兆赫兹核心组成，集成了全新 m a t e a N 九幺零 GPU。而且早在华为 Mate 六零 Pro 刚发布的时候，外界还对麒麟九千 S 芯片的性能进行了相关的测试。根据当时的测试结果来看， 麒麟九千 S 处理器的性能和骁龙八百八十八处产入水平旗鼓相当。虽然麒麟九千 S 芯片的性能测试结果不够让所有人惊艳，但是大家都认为华为能够量产自研芯片已经非常了不起。现在更新之后，据平台显示，麒麟九千 S 的 CPU 部分采用十二核心设计，为二加六加四架构，其中包括两颗 A 三四核心。 六颗定制的 A 七八 A 一核心以及四颗 A 五幺零核心，最高主频二点六二千兆赫兹，GPU 型号为 Mali O n 九百一十，10, 也就是由原来的一个二点六二千兆赫兹核心变成了两个，而三个二点一五千兆赫兹的核心变成了六个，并且中核心和大核心均支持超线程。虽然有用户表示，将 Mate 六零 Pro 升级之后，发现安兔兔的跑分依旧被锁。 而且在新的和旧的版本中，基频仍然锁定在一点五三千兆赫兹。但好消息是，目前系统可以正确识别麒麟九千 S 的超线程了，这可就是个重磅王炸。这次华为 Mate 六零系列所搭载的麒麟九千 S 是全球第一款支持超线程的手机 SOC 芯片。超线程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它能提高系统的并发性，提高单线程性能。通俗来说就是分身。 一个人干两个人的事，基于麒麟九千 S 采用超线程技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处理更多的信息，并在不中断的情况下运行更多的后台任务，还可以让 CPU 内核有效的同时做两件事。当然，提高性能的代价是功耗，而且这样的技术一般在电脑上比较常见，要应用在体积小巧的手机上难度较高。早前就已经有有测试人员分享了测试工具的截图。 其中显示了 Mate 60 Pro 的 CPU 控制单元占其中的十二个，即为十二线程，确认采用了超线程设计。咱们具体到实践中来看，目前解压缩是最有利于超线程性能发挥的纯计算项目。而根据数码博主老丁的一段视频测试显示，华为 Mate 60 Pro 在升级新版本后，麒麟 9000S 正式解锁十二线程。 其在文件解压速度上显着超越了骁龙八 Gen 一手机，甚至也明显超越了骁龙八 Gen 二手机。而骁龙八 Gen 二在这之前一直是公认的安卓顶尖处理器，意味着潜能解锁后的麒麟九千 S 成为了现在市场上的最强处理器之一。不仅如此，还有博主测试了一下华为 Mate 六十 Pro 麒麟九千 S 单核和多核跑分，从结果看，单核性能略弱于麒麟九千。 多核关闭超线程，相当于骁龙八百五十五的水平；然而开启超线程后，干翻骁龙八占一，直逼骁龙八加华为做到这样，已经很强了。当时很多人猜测华为归来的第一颗芯片会是低端五 G，没想到直接扔了俩王。可以说，华为 Mate 六十 Pro 这一次的系统更新带来的不仅仅是进一步解锁麒麟九千 S 处理器的潜能。 也标志着手机行业第一款支持超线程技术的处理器正式登场。这样的突破性进展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据小道消息传言，后面配合发布会结束还有一个体积不小的大更新包。那时候的华为 Mate 60 Pro 才是最完美的版本。等到九月二十五日发布会完全解锁的麒麟九千 S，看看华为究竟背着我们隐藏了多少大招。除了麒麟芯片的解码，这次更新后。 华为 Mate 60 Pro 的系统也进行了优化。根据更新消息来看，用户可以更加顺畅地切换应用、打开和关闭应用等操作。此外，华为还对部分界面内容和设置图标的显示效果进行了优化，使用户界面更加美观，方便用户快速找到需要的功能。相机方面的优化也是这次更新的亮点之一。华为对相机进行了稳定性的改进，具体包括相机方面。 新增了黑白艺术模式，摒弃色彩的干扰，可突出画面的明暗和线条，拍摄出有质感和意境的照片。同时，音效方面也得到了优化，尤其是在游戏场景下的音频外放效果，加深用户在游戏中的沉浸感和音效体验。相信随着后续鸿蒙四系统的持续优化，华为 Mate 60 Pro 还能迸发出更多惊喜。在九月二十五日的华为还有新品发布会上。 华为 Mate 六十的保时捷版本预计会亮相，这应该是该系列最强的存在了，价格至少是万元起步。这次华为 Mate 六零新手机发布，国产麒麟芯片打破了美国的技术封锁，也让每一个中国人扬眉吐气。但在这里还是要泼个冷水，因为华为目前还不能摆脱 ARM 架构，虽然华为已购买 ARMv8 架构永久授权，以后可以自行基于这个版本永久研发 ARM 芯片。 但是架构授权不好意思哈，只能做非常有限的修改，大部分情况下只能按照 ARM 化的圈子走。更要命的是 a r 后来的架构很快就更新至 ARM V9 版本了，随后又升级到了 V9.2 版本，而新的版本不再授权给华为。也就是说，到时华为手机只能在中国市场卖卖了，想要往海外市场进军，不好意思，直接封死。而且与 V8.2 版本相比， V9 的版本在性能、功耗、AI、安全性能等方面做了很大的提升，还推出了新的 IP 核。我们只能躺平，等着国外卡脖子。当然也不是，根据外国媒体透露，华为已经在英国剑桥郡的萨斯顿村耗资约合人民币三十五亿元建造一个研发中心。哎，华为怎么在一个村里搞研发？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村，因为 ARM 总部就在那里。 从大的角度说，要跟 ARM 搞好关系，这样才能在未来占据科技创新主动权。而从小的角度来说，也有自己的小九九，那就是便于高薪挖人。同时，华为也在研发自己的处理器架构——泰山架构。这比其他处理器更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有更高的性能和更低的功耗。这意味着能够以更少的电量完成更多的任务，并且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此外， 还进行了多核优化，这意味着它能够更好地利用多个核心同时处理任务，从而提高了处理器的整体性能。比如这次发布的麒麟九千 S 芯片，CPU 里面的大核部分用的就是泰山架构，而 GPU 采用了自研的马良 GPU 架构。这次华为可以突破到十二个线程，泰山架构的作用功不可没。泰山架构也是基于 ARM 架构基础上进行魔改的。 当然，也可以说是自己的，因为用的是 a r n v 8指令集，是永久授权的。还是那句话，凡事都要未雨绸缪。自己有剑和无剑是有本质区别的。至于用不用剑，那是第二阶段的事情。所以，华为还需要继续加油才行。